为了答谢特位菜友对我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蔡今天奉献出一道我家乡的特色小吃焖子，美味又简单，快来学学吧。香煎焖子的做法步骤：一、将麻汁、水、少量食盐搅拌均匀；二、焖子切成四方丁；三、锅中倒适量的油，将凉粉、焖子放入锅中，煎至两面金黄色后，略微翻炒下即可出锅；四、将蒜泥、拌好的麻汁倒到煎好的焖子上，放点自己喜欢的调料，如醋，拌匀就可以开动啦。